大家好，我叫 Jonathan。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印度尼西亚。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，也有17000个岛与诸省。较大的岛屿有爪哇、苏门答腊、苏拉威西、巴布亚和加里曼丹。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国，印尼人口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，火面积第14大的国家。印度尼西亚位于赤道沿线，气候区域潮湿温暖。印度尼西亚有两个季节，经常下雨的时候叫雨季，当雨不多的时候叫旱季。我喜欢住在印度尼西亚，因为我是印度尼西亚人，我为印度尼西亚很骄傲。你可能会在不同的国家体验不同的文化和许多事物，当地习俗、传统仪式，当然还有美食。你也会爱上大自然、海滩和山脉。不管你是谁，来自哪里，可以来跟我一起体验印度尼西亚。谢谢你们的收听，我希望可以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们。